Sonya 嘅前成员韩庚专程嚟到香港出席影视娱乐博览嘅活动，讲到喺电影《大武生》中合作嘅大 S 将会喺22号结婚，你有冇亲自恭喜下佢啊？嗯，当然恭喜，这么大的喜事，我觉得肯定要恭喜。那你会去喝他们的喜酒吗？嗯，我会去。嗯，那你预备了什么礼物给他？那你跟他的先生认识吗？认识，以前就认识。本来就认识还是？是在我跟大 S 一起合作的时候，就认识了。因为导演高晓松的老师他跟汪小菲他也认识。对，早前 Super Junior 成员在上海出席活动时被人掟嘢上台，原来他都有试过类似的经历。以前有，我也碰见过扔东西，但还好没有砸到汪小菲，但现在没有关系吧。早前 Super Junior 的成员在上海出席活动时被人掟嘢上台，肯定会打电话，他都有试过类似的经历。以前有，我也碰见过扔